车包厢钱分不清，赵树海进出奇招。账算不清醒，你喝酒我付钱，按那个丢。我有遇过一次是一个电视剧杀青，然后那时候是赵树海大哥。赵树海大哥他很聪明，因为他知道就是我们可能后面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问题，那这样子就是每个人都出500块，500拿到了以后，赵树海大哥就不见了。喂，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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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